师妹小师弟，别闹了。好香啊！不愧是我们大竹峰的大厨，厨艺越来越好。大竹峰甜灵啊，有理了。齐师兄过奖了，死猴子，我的东西也敢抢！ 别被人看见了，凭什么我就不能是大竹峰的夺冠希望？他心里只有门派之气，只有大竹峰的脸面，根本就没有我。大竹峰的人不是让你欺负的。